DSE 2016 ICT P1A MC 第三題，呢題咧只有47% 考生咧答啱。咁呢題都係一題典型嘅 pseudocode 問 output 嘅問題，咁啊結合咗個咁樣嘅 pseudocode 嘅 program。咁呢度邊咧有個 for do loop 嘅，有個 j loop， 咁啊 j loop 咧由一 loop 到五啊，咁呢度有啲 command 啦。最後尾咧就 output 個 s， 嗱好明顯啦，最後尾咧佢要 target 就係我哋揾 s 嘅 value。咁啊 ，standard 嘅程序嚟噶啦，咁咧就寫低嗰個 dry run table 咧，我哋要用嘅 variables 啊，譬如 s 啦、j 啦，咁冇咯喎，得兩個啫喎 ，s 啦、j， 咁另外呢度咧，我哋要落埋 output 啦，因為咧個 loop 入邊咧都有一個 output 嘅 statement。好啦，呢度可以開始啦 ，s 入個零俾佢，咁所以 s 開始啦，係零啦 ，and then for j from 1 to 5，咁 j 咧由一。開始，咁呢度咧就先有個 output j， 即將 j 係一呢個 value 咧 output 出嚟，所以咧 output 咧會出個一 ，and then s 等於 s 加 j 或者 assign s 加 j to s， 咁啊 s 係零啊，零加一係一，一 convert 落 s 嗰度，咁所以咧 s 咧 replace with 1。好，跟住啦，方法數上面喎 ，j 咧就要變成二啦，因為呢個係 for loop 嚟嘅 ，j 變二。咁又 output j 啦，每 loop 一次咧就 output 一次個 j value。好，咁跟住啦 ，s 加 j 入翻落 s， 一加二等於三，三 cut 翻落 s， 所以 s 咧係三。跟住再 loop 翻上去 j， 如出嚟推，你會知道咧，跟住下一個 loop 咧 j 就係三，跟住 output 個三，跟住三加三係六，六 cut 翻落 s 嗰度，跟住 j 下一個 value 係四。又 output 個四出嚟 ，and then 四加六就係十。咁其實 loop 多兩三次咧，我哋唔使下咧再睇翻呢個pseudocode 入面嗰兩句，因為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個 table 裏邊咧係有個 pattern 喺度。好啦，而家咧 s 係十啦 ，j 係四，咁仲要 loop 多次嘅 ，j 咧要 loop 到五為止先至收工。十加五，十五，咁翻落 s 嗰度。咁所以最後尾 s 咧。就係十五嘅 ，j 去到五咧，呢度會再停嘅啦，呢度啊，唔會再 loop 落去啦。咁就 output s 咧就會係喺呢度寫漏咗十五，所以就會係一二三四五啦。依個一二三四五咧就嚟自 j 嘅 value， 每一次都 output j， 最後尾就 find the value of s 就係十五啦。題目俾嘅答案咧就係啲 value 數字咧就打橫寫，咁所以咧就係打橫寫就係一二三四五一五啦。答案咧就係 Beaver Boy。